问你个问题啊，你的手机都在裸机使用吗？不是的话，跟你分享这种闭眼就能贴好的贴膜方式。首先擦干净表面灰尘，拿出附带的秒贴盒，撕掉保护膜，扣在手机上，顺着箭头的方向轻轻一划，再撕掉，你的手机膜就贴好了。听懂出有防尘网，防刮花，还防指纹，不到20就能到手，手残党可以闭眼入了。